委员会现在进行增订第32条之一，请宣读提案、修正动议及再修正动议条文。国民党党团提案第32条之一，雇主使劳工于正常工作以外时间工作者，应依本法各该规定给付延长工时工资，为于劳工完成延长工时工作后，得经劳工同意选择以补休方式替代之。劳工如选择事后补休，雇主应依第24条第一项、第24条第二项及第3项所定之标准计算补休时数，补休之日期应由劳雇双方协商排定之，未能协商议定者，由劳工排定之。前项之补休，劳工未能于年度终结或契约终止时休毕者，雇主应依第24条第一项、第二项及第3项之规定，发给劳工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本条规定，大家请回座啦。第39条所定，我再来回答，好不好？发给休假日工资之情形准用之。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32条之一不予增订。民进党党团在修正动议第32条之一，雇主依第32条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使劳工延长工作时间，或使劳工于第36条所定休息日工作后，依劳工意愿选择补休，并经雇主同意者，应依劳工工作之时数计算补休时数。前项之补休，其补休期限由劳雇双方协商，补休期限届期或契约终止未补休之时数，应依延长工作时间或休息日工作当日之工资计算。标准发给工资，未发给工资者，依违反第24条规定论处。亲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32条之一，雇主依第32条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使劳工延长工作时间，或使劳工于第36条所定休息日工作后，依劳工意愿选择补休，并经雇主同意者，应依劳工工作之时数计算补休时数。前项之补休，因年度终结或契约终止而未休之日数，雇主应依延长工作时间或休息日当之工资计算标准发给工资，但年度终结未休之日，请我们的同仁暂停宣读。好了，你叫大家点点，无我讲你嘛听无啊。我要说明啦，叫麦克，你要制造噪音，我要叫他说明，我要让他说明啦。好啦，坐好啦，坐好啦。到底要不要我说明啦？到底要不要我说明？好好好好，来来来，要说明一下哈。那个我们宣读先暂停哈。我本来想说宣读，我再跟大家做说明，没关系，先暂停，我先来宣读哈。报告院会依照议事规则第11条之规定，修正动议之修正动议，实务上称之为再修正动议。有关委员或党团所提再修正动议或修正动议，于提出后，院会处理前，依例均允许更正。本案民进党党团所提再修正动议之更正，系依例所为。另外，本会期第14次的会议，院会处理驻外外交领事人员任用条例2条条文修正草案时，国民党党团针对本条例修正动议时，亦曾提出更正。实务处理上，对于各党团均以相同之处理，并无差别，特向院会做说明，所以是一样。我们没有时，你们给我弄，我不要让他讲啦。那个廖委员一定要这样子，好吧？那我已经做说明了啦，哦。没有，一样。当时的状况跟现在一模一样啦。那个林维洲委员，当时林维洲委员的提案，院会也是照同样方式处理的。哈，好好。我说明完毕了，来继续宣读。
可由劳工主动提出，并经劳雇双方协商递延至次年度实施。于次年度终结或契约终止仍未休止日数，雇主应依延长工作时间或休息日当之工资计算标准发给工资，未发给工资者，以违反第24条规定论处。委员王惠美等所提修正动议第32条之一，雇主使劳工于正常工时以外时间工作者，应依本法各该规定仅付延长工时工资，但劳工得以书面选择以补休方式替代之。劳工如选择补休，雇主应依第24条第一项、第24条第二项及第3项所定之标准计算补休时数。补休之日期应由劳雇双方协商排定之，未能协商议定者，由劳工排定之。前项之补休，劳工未能于年度终结或契约终止时休毕者，雇主应依第24条第一项、第二项及第3项之规定，发给劳工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本条规定于第39条锁定雇主应加倍发给休假日工资之情形准用之。委员廖国栋等修正动议第32条之一，雇主使劳工于正常工时以外时间工作者，应依本法各该规定给付延长工时工资。委员劳工完成延长工时工作后，得经劳工书面选择以补休方式替代之。劳工如选择事后补休，雇主应依第24条第一项、第24条第二项及第3项所定之标准计算补休时数。补休之日期应由劳雇双方协商排定之，未能协商议定者，由劳工排定之。前项之补休，大家相互尊重了，好不好？年度终结，你丢到我，我不追究了。契约终止时休毕者，廖国栋委员，雇主廖国栋委员，4条第一项、互相尊重一下，好不好？廖国栋委员，发给劳工延长工作。廖国栋委员，你用东西丢主席，互相尊重一下，我敬重你是一个委员。所定雇主应加倍发给休假日工资之情形准用。大家相互尊重啦。廖委员，委员王玉明等修正动议第32条之一，雇主使劳工于正常工时以外时间工作者，应依本法各该规定给付延长工时之工资。位于劳工完成延长工时工作后，得经劳工同意选择以补休方式替代之。劳工如选择事后补休之方式，雇主应依第24条第一项、第24条第二项及第3项所定之标准计算补休时数。补休之日期应由劳雇双方协商排定之，未能协商议定者，由劳工排定。前项之补休，劳工未能于年度终结或契约终止时休毕者，雇主应依第24条第一项、第二项及第3项之规定，发给劳工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本条规定于第39条锁定，雇主应加倍发给休假日工资之情形准用之。委员王玉明等所提修正动议第32条之一，雇主使劳工于正常工时以外时间工作者，应依本法各该规定给付延长工时工资。委员劳工完成延长工时工作后，得经劳工同意选择以补休方式替代之。劳工如选择事后补休，雇主应依第24条第一项、第24条第二项及第3项所定之标准计算补休时数。补休之日期应由劳雇双方协商排定之，未能协商议定者，由劳工排定之。劳工未能于年度终结或契约终止时休毕者，雇主应依第24条第一项、第二项及第3项之规定，发给劳工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本条规定于第39条锁定，雇主应加倍发给休假日工资之情形准用之。委员曾明宗等所提修正动议第32条之一，雇主使劳工于正常工时以外时间工作者，应依本法各该规定给付延长工时工资，但劳工完成延长工时工作后，得经劳工同意选择以补休方式替代之。劳工选择补休者，雇主应依第24条锁定之标准计算补休时数。补休之日期应由劳雇双方协商排定之。前项之补休，劳工未能于年度终结或契约终止时休毕者，雇主应依第24条规定，发给劳工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本条规定于第39条锁定，雇主应加倍发给休假日工资之情形准用之。委员曾明宗等所提修正动议第32条之一，雇主使劳工于正常工时以外时间工作者，应依本法各该规定给付延长工时工资。位于劳工完成延长工时工作后，得经劳工同意选择以补休方式替代之。劳工选择补休者，雇主应依第24条规定锁定之标准计算补休时数。补休之日期应由劳工排定之。前项之补休，劳工未能于年度终结或契约终止时休毕者，雇主应依第24条规定
发给劳工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本条规定于第三十九条锁定，雇主应加倍发给休假日工资之情形准用之。委员吴志扬等修正动议第三十二条之一，雇主使劳工于正常工时以外时间工作者，应依本法各该规定给付延长工时工资。委于劳工完成延长工时工作后，得经劳工同意选择以补休方式替代之。劳工如选择事后补休，雇主应依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二十四条第二项及第三项锁定之标准计算补休时数。补休之日起应由劳雇双方协商议定，未能协商议定者，由劳工排定之。前项之补休，劳工未能于年度终结或契约终止时休毕者，雇主应依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及第三项之规定，发给劳工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本条规定于第三十九条锁定，雇主应加倍发给休假日工资之情形准用之。委员吴志扬等所提修正动议第三十二条之一，雇主使劳工于正常工时以外时间工作者，应依本法各该规定给付延长工时工资。委于劳工完成延长工时工作后，得经劳工同意选择以补休方式替代之。劳工如选择事后补休，雇主应依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二十四条第二项及第三项锁定之标准计算补休时数。补休之日期应由劳雇双方协商排定之，未能协商议定者，由劳工排定之。前项提及之补休，劳工未能于年度终结或契约终止时休毕者，雇主应依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及第三项之规定，发给劳工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本条规定于第三十九条锁定，雇主应加倍发给休假日工资之情形准用之。委员徐正伟等所提修正动议第三十二条之一，雇主使劳工于正常工时以外时间工作者，应依本法各该规定给付延长工时工资。委于劳工完成延长工时工作后，得经劳工同意选择以补休方式替代之。劳工如选择事后补休，雇主应依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二十四条第二项及第三项锁定之标准计算补休时数。补休之日起由劳雇双方协商排定之，未能协商议定者，应由劳工排定之。前项之补休，劳工未能于年度终结或契约终止时休毕者，雇主应依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及第三项之规定，发给劳工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本条规定于第三十九条锁定，雇主应加倍发给休假日工资之情形准用之。委员蒋万安等所提修正动议第三十二条之一，雇主使劳工于正常工时以外时间工作者，应依本法各该规定给付延长工时工资。为劳工完成延长工时工作后，以书面选择以补休方式替代延长工时工资之给付时，雇主不得拒绝。劳工如选择事后补休，雇主应依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二十四条第二项及第三项锁定之标准计算补休时数。补休之日期应由劳雇双方协商排定之。前项之补休，劳工未能于应给付延长工时工资之日起算半年内或契约终止时休毕者，雇主应依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及第三项之规定，发给劳工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本条规定于第三十九条锁定，雇主应加倍发给休假日工资之情形准用之。委员王玉敏等所提再修正动议第三十二条之一，雇主使劳工于正常工时以外时间工作者，应依本法各该规定给付延长工时工资。劳工完成延长工时工作后，得经劳工同意选择以补休方式替代之。劳工如选择事后补休，雇主应依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二十四条第二项及第三项锁定之标准计算补休时数。补休之日期应由劳雇双方协商排定之，未能协商议定者，由劳工排定之。劳工未能于年度终结或契约终止时休毕者，雇主应依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及第三项之规定，发给劳工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本条规定于第三十九条锁定，雇主应加倍发给休假日工资之情形准用之。委员曾明宗所提再修正动议第三十二条之一，雇主使劳工于正常工时以外时间工作者，应依本法各该规定给付延长工时工资。委于劳工完成延长工时工作后，得经劳工同意选择以补休方式替代之，雇主不得为任何限制。劳工选择补休者，雇主应依第二十四条规定锁定之标准计算补休时数。
补休之日期应由劳雇双方协商排定之，未能协商议定者，由劳工排定之。前项之补休，劳工未能于年度终结或契约终止时休毕者，雇主应于一个月内依第24条规定，发给劳工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本条规定于第39条锁定，雇主应加倍发给休假日工资之情形准用之。委员蒋万安等所提在修正动议第32条之一，雇主使劳工于正常工时以外时间工作者，应依本法各该规定给付延长工时工资。位于劳工完成延长工时工作后，得经劳工以书面主动选择以补休方式替代之，雇主不得拒绝。劳工如依前项规定选择事后补休，雇主应依第24条第一项、第24条第二项及第3项锁定之标准计算补休时数。补休之日期应由劳工指定之。前项之补休，劳工未能于应给付延长工时工资之日起算90天内或契约终止时休毕者，雇主应依第24条第一项、第二项及第3项之规定，发给劳工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本条规定于第39条锁定，雇主应加倍发给休假日工资之情形准用之。委员六国栋等在修正动议第32条之一，雇主使劳工于正常工时以外时间工作者，应依本法各该规定给付延长工时工资。位于劳工完成延长工时工作后，得经劳工书面选择以补休方式替代之，劳工如依前项规定选择事后补休，雇主应依第24条第一项、第24条第二项及第3项锁定之标准计算补休时数。补休之日期应由劳雇双方协商排定之，未能协商议定者，由劳工排定之。前项之补休，劳工未能于应给付延长工时工资之日起算半年内或契约终止时休毕者，雇主应依第24条第一项、第二项及第3项之规定，发给劳工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本条规定于第39条锁定，雇主应加倍发给休假日工资之情形准用之。宣读完毕。好，报告院会，经宣读完毕。我们现在进行逐条讨论，每位委员发言时间3分钟。我们依登记顺序发言，第一位请钟委员嘉宾发言。钟委员嘉宾发言。来，各位同仁，好不好？我们是不是以大家回座位，好不好？好不好？啊，钟嘉宾委员不发言。第二位，请王玉明委员发言。王玉明委员发言。王玉明委员发言。来，请王玉明委员，好不好？大家让王玉明委员发言，好不好？啊，来来来，让王玉明委员发言。直播。不是，各位全国的民众，大家好。我现在要很严正的指出，民进党在这一次修订劳基法的过程当中耍了诈术。我们刚发现所谓的32条，他提出的再修正动议，竟然所有的文字都跟行政院的版本一模一样。我只请教全国的民众一个问题，请问一个再修正动议的文字跟原条文一模一样，还可以称为再修正动议吗？当然是不可以。民进党自己到后面，到今天下午才发现了这个错误，发现之后他赶紧提了一个更正版，赶快改了一个字。他提案的时间是在今天的下午，很抱歉，国民党在礼拜一的一大早我们也排队，我们的案子也送进去了。如果今天民进党提出来的再修正动议版本根本是一字不改，跟行政院一模一样，这个再修正动议版本根本是不成立的。在他不成立的情况底下，他又提了一个所谓的更正版，只能称它为是他再一次提出的所谓的再修正动议。但很抱歉，国民党的案子已经排在前面了，所以请主席公正的处理。如果你要坚持程序正义好好处理的话，
优先该表决的就会是国民党的版本，国民党的版本应该要被优先处理，因为这个也是主席他宣告的，他在二十四条说我们没有办法按照提案的旨趣的远近来处理，所以我今天只能按照送案的先后。很抱歉，民进党在今天下午提出来的法案就是在国民党的后面，不可能先表决民进党再修正动议版本的更正版。这件事情，这是是非，这是道理，这是程序正义，这个是修法的专业的议题，不容扭曲，不容扭曲。今天不是谁的党大，谁的人数多，说话大声就可以扭曲，就可以改变的事实。这件事情，我们只要求回到程序正义，该怎么处理就按照议事规则来。这件事情，如果民进党还要硬凹说再修正动议可以跟行政院的版本文字一模一样，也可以成立。请你去请教全国的小学生，连小学生都知道。好，谢谢。好，谢谢王玉明委员，我们也截止发言登记。好，来。好，来，谢谢王玉明委员哈。这个主席刚刚已经说明过了，我们一定秉持议事公正的原则，所以我刚刚已经再一次说明，这个为什么每一个党团在审查会没有案子，审查会没有审查条文送出来的时候，为什么各党团都急着要抢进来送案，甚至那个苏振清委员还因为这样手骨折了，就是因为送案进来之后，他就表决顺序就会依照每一个党团送案的程序，所以送案的程序呢，议事人员在惯例上送案程序的顺序，各党团的顺序确定之后，依惯例议事同仁可以让各党团去做修正或者再修正的动议，所以程序绝对没有问题。第二个，两个礼拜前我们的国民党的林维洲委员也把他的案子再修正动议，在议事人员这边做修改，做了更正。没有道理，我已经说明了。不是，学生兄，这个哈，我都是依照我们议事同仁，我们那么多年来下来的惯例，我不会自己去发明这个程序。所以大家为什么你们要去抢那个登记？学生兄。不是，顺序一定下来，各党团排表决的顺序一定下来之后，我们容许各党团去做修正的动议，以往都是这样子啦。对，因为顺序民进党已经先第一个了，我们为什么要抢？大家拼命的去抢送案，原因在这里，好不好？我已经再一次跟大家用更白话的方式做了一个说明啦。哦，好，好，对对对，好，那接下来哈，我们王委员的发言时间已经到了哈，我们接下来请蒋万安委员发言。蒋万安委员来，蒋安委员请发言来。现在是蒋安委员发言的权利，好不好？我们尊重一下蒋万安委员，好不好？来，好，我们让蒋万安委员发言来。好，来，蒋万委员要不要发言？
来，请蒋万安委员来，蒋万安委员来，请发言。好，主席，各位委员哦，我想程序上面真的有非常大的问题，但是我针对这条，我还是必须要先就条文32条之一，很严肃的提出一个说明。尤其我看到昨天协商座旁边的管碧玲委员，还有包括现场刘建国委员等等，因为这一条加班换补休是劳工朋友争取非常多年，他们一直希望在加班之后，如果换补休，如果补休没有休毕，还是能够换回加班费。因为现在实务上很多情形，劳工朋友他实际付出了加了班，雇主要求他迫使他换补休，不给他加班费，结果不断的累积很多的补休时间，最后不了了之，休不完，造成劳工朋友双重剥削，既领不到加班费，又没补休到。但是我希望民进党的委员很严肃看待现在劳动部帮你们拟出的文字，而由你们党团名义提出的版本。第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就是现在你们的文字里面是用1:1，用加班一个小时换一个小时的补休时间，这样子会造成劳工朋友极度的不公平。因为最重要的一个立法精神，在我的版本里面，就是要加班多少时数是比照加班费率加成换你的补休时间，这样才会对劳工朋友公平。第二个，补休的时数在年度终了以及契约终止的时候，就要没有休毕的补休时间换回加班费给劳工。但是现在你们的版本里面是交由劳雇双方协商，会造成不断的，也许是3年、5年甚至10年之后没有休毕才换回加班费，会造成劳工朋友被迫换补休，结果领不到加班费，又无限期的拖延，这样的文字内容会造成劳工朋友极大的伤害。我真的非常沉痛严肃的希望民进党的委员，如果你们愿意支持加班换补休，真正解决劳工朋友目前领不到加班费的现实状况，真的就现在这个文字要再进行调整。就我们党团的版本，是真的能够让劳工朋友在换补休的时候依照加班费比率，而且在年度终结没有休完换回加班费，这样才是真的照顾。好，谢谢蒋委员，谢谢。接下来请林维洲委员，林维洲委员。我们在这里啊，要再一次严正的抗议啊！哈，这个民进党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议案。修二劳基法，争议已经这么大了，劳工朋友还在外面夜宿，凄风苦雨，大家这么辛苦，内容没有办法接受，结果连程序都可以不顾正义，用这样的方式不处理在野党提出的所有的提案，然后用专巧门
诈术的方式，在礼拜一一大早预知今天明天要做的事情，先提出所谓的修正动议。针对什么版本修正呢？针对行政院的版本做了修正动议，内容完全没改，就改一个字。这个修正动议是在程序上，虽然内容完全没改，但是是合法的，这个我们承认。但是呢，他又怕国民党会提出修正动议或再修正动议，所以他也同时提出再修正动议。那他的再修正动议针对行政院的版本，他不知道要怎么改，因为他的修正动议改了一个字。那再修正动议呢，照理说也可以怎么做呢？就是再改多几个字啦。但是没有，他的再修正动议哦，改回跟行政院版一模一样，然后就送到院会来了。好，他的三个版本，行政院版、修正动议的版、再修正动议的版，内容其实完全一样。其中有两个，就是行政院版跟他的再修正动议版，是内容一模一样，字句一模一样，标点符号一模一样，这样送到院会要来表决，要来处理。其实只是在卡别人的案子，因为他们这两个修正动议跟再修正动议比别人更早送进来，所以我们的协商都是假的，各党团提的版本通通是假的，都不会被处理。好，等到今天处理到条文了，发现他们的再修正动议跟行政院版一模一样，那这个时候总
好，谢谢维州委员，我让你讲了六分钟，好不好？好不好，维州委员？好不好？我刚刚已经，我那个维州委员，我刚刚已经跟你解释过了，我刚刚已经解释过。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啦，有如果有问题没有问题可以协商，但是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他没有问题啦。维州委员刚刚也清楚的去讲那个程序是什么，哦，所以议事的公房我不介入，在议会我不介入啦，在议主持主席的立场我不介入，就像他们去改一个字改标点符号，这个我没有意见，这个是议事的公房，就像国民党提案这个。预算每次一块钱你就提一个案子，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因为这个是程序，所以程序没有问题。那我们以前也讲过，哦，我想维州委员你也知道，我就在讲道理给你听啊，我又再解释，我没有单方面这样，我就按照议事人员的议事惯例这样讲啦，好不好？不然你就问一下大家，那我们刚刚前两个礼拜前才处理完维州的案子嘛，好不好？两个礼拜前才处理过，哦，都按照同样的方式在处理，当时国民党也没有意见啦，好不好？哦，好，来，接下来请李鸿钧委员，李鸿钧委员不在，没有发言。接着请费鸿泰委员，费鸿泰委员。来，费鸿泰委员，费委员换你了。来，请费鸿泰委员。我已经处理了，主席已经处理了啦，好不好？来，你们赶快啦，来，主席已经处理了啦，好不好？主席已经说明，我已经说明三次了，我很有诚意把一个程序一个成立，我已经说明三次了啦，好不好？我已经真的很诚恳的说明三次了，没有违法的问题。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刚刚在念的时候，大家也都可以协商，好不好？我们一边请费委员发言，如果党鞭要协商，我没有意见嘛，你们随时可以协商嘛。但现在是费委员发言的时间嘛，主席就只能请费委员发言，好不好？费委员，来了，你就上来，可以讲，他会让你讲啦，大家不要这样子嘛，我就让你们讲也好，让你们可以充分发言，一整天你们就要自己带麦克风，我也让你们带了。也听你们一个，大家一直要拖时间，我也让你们拖了，啊，我们就照顺序走嘛，好不好？委员，拜托了，来，瓦力啦，我捍卫你的发言权，不会啦，你上来他会让你讲话。刚刚我们有几位委员也都这样子的，好不好？我们讲一点道理啦，来，哎，魏州，魏州好不好？魏州好不好？好，哦，好来。没有啦，魏州，你们内容我们在议事人员跟主席的立场，我不会对你的内容批评或者审查啦。就算说在前瞻预算里面，贵党一个预算三一块钱都一模一样，我们还是要处理。那也没有，他们也有不一样啊，洪太兄，他没有不一样，你可以核对一下嘛，你可以核对一下，好，哦，好不好？好不好？好。对了啊，没有程序没有问题啦，程序没有问题啦，因为我们不然大家可以你们朝野协商去协商说大家不要去排队嘛，因为民进党他睡了两天排队，他就是为了要抢第一个嘛，好不好？我跟大家再一次说明了，好不好？哈。啊，睡三天，我说错了，睡三天不是睡两天。好，主席更正，主席更正，主席更正。对。哎。
好，来，那大乃费委员。议事人员看清楚了啦，好不好？名字都一样。哎、欸、啦，对啦，你去看看一下啦，看一下看。好，内容你们朝野的问题啦，我一定议主持议事会公正啦。那费委员，讲啦讲啦啊，不，他们在旁边了，好不好？那个是不是？党鞭哈，是不是来那个一下好不好？来，我们继续啦，好不好？来了，来，大家是不是我们把发言台清空，让会员讲话？那协商在旁边，你们可以继续谈，好不好？大家把这些问题厘清，好不好？好不好？哈。哎，好不好？好，好，你们协商嘛，哈。好，那我们就休息十分钟，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开会。
报告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我们先请费委员洪泰发言。费委员洪泰，主席，各位委员，在 我在上一个法条发言的时候啊，我念了蔡英文的加言录，也就是说他在选前呢、都在欺骗劳工。举例，他在选前，他站在凯道，针对总统府后面说，这个地方离人民只有几百公尺。可是人民的话他们就是没有听到，讲得好，非常的文青。可是当他选完以后，你看他就倒向资方了，不是吗？在这次劳基法的修法，在他上任没多久就说他一定要修出一个对劳工最好的法，结果全国的劳工都在反抗，都在骂他。现在他又开始骗，又开始骗，又要再修法。我真的是面对我前面面对我们民进党的委员啊，一年多前你们是怎么对付我们在野党？我们苦口婆心的跟你们讲，要站在劳工这一边，不要站在资本家那边，你们就说这都是最好的法。你们真的是欠人民一个道歉啊！你们欺骗了那些劳工，各位伟大的政治家，每个人大家摸摸良心，我们有没有欺骗劳工？当你们在欺骗劳工的时候，在一场，你们靠的是举拳头，靠暴力，不让我们讨论就让他通过，在野党劳工的声音一点都不听。今天又发生更可耻的事，居然用诈术，来法案上都用诈术。你不要以为你是诈骗了我们国民党，你是诈骗了全天下的劳工啊！各位都摸着良心，你们真正都有为劳工在想吗？这样子修的法，对得起劳工吗？民进党用选票，用骗诈术，骗了选票，骗了政权，现在在议场还在骗。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呢、都要秉着良心呢、如果说我们修的劳基法当然是以劳工为主，如果这时候还在想资方要怎么办，如何对资方来做交代，蔡英文。民进党尤其是在场决定我们这个法案要不要继续诈骗劳工的谢谢费委员。接下来请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哎，来，李彦秀委员，轮到你。那跟柯委员换好不好？柯智恩委员，请先哈。来，好了，你去那个李委员，你去忙，我来处理就好。来，请柯智恩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晚安。现在天气已经非常非常冷了，时间也非常晚了。我想我们今天聚在这个地方呢，纯粹是为我们的劳基法来做一个修法的动作。所以当我们看到每一个条文有所谓的修正条案或是再修正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期待它能够针对行政院版本
因为很多的协商，因为很多倾听劳工的声音，而能够在条文上做出真的非常务实的一个修正，或者是再修正。但是呢，我们却发现，原来民进党他非常了解整个法术的一个运用，所以呢，所提出来的这个版本，第一次我们所看到，让我们非常讶异的是，竟然跟行政院的版本是一样的。这其实所展现的是一个态度的问题，那表示你对于很多法的技术是高于你对法的内涵一个原则上的一个尊重，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这个态度让我们会联想到过去这么多场的协商，到底真实的态度会是什么？所以呢，今天在讨论32条之1之前，还是要严正指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我们回归到32之1，这是国民党团新增的一个提案，这个提案绝对是有利于劳工，我们真的很希望蓝绿的委员们都能够共同来支持。因为呢，它对于现行的所谓的补休的制度，我们在劳基法当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而且在我们实务上都是依照劳雇双方协商的结果，因此会有很多的一个争议。所以为了确保劳工的权益呢，我们建议这一次的说法呢一并来做一个处理，来创造双赢的这样的局面。所以当劳工的朋友呢，他被雇主要求延长工时的时候呢，原则上是应该由雇主给付延长的工时工资，但是呢，劳工可否不要延长工时工资而改以事后补休，这是属于劳工的权益。各位，一个所谓的自主权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我如果今天因为家里的有事情而我愿意选择用补休的方法来代替我的工资，我是不是有这样的选择权？这只是一个给劳工开一个方便之门，在我们今天对他有这么多限制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方便之门对他来说是有很大的利处，对雇主来说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恳求大家能够共同来支持，他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雇主不应该有任何的限制。而且基于衡平的一个考量，补休时数的计算的标准也应该来比照延长工时的一个工资，就是依照我们劳动基准法的第24条第1、2、3项的办理的规定。而且呢，实务上常发生补休未能休完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好，谢谢。好，谢谢柯志恩委员。好，谢谢。好，接着请李彦秀委员。本关掉好。好，32条之1是有关加班换补休的条文。这个条文也是在非常关键，在我们委员会里面有蒋万安委员招委提出来。我们也都知道，在现场。包括很多的媒体也跟我们陈情过，包括很多劳工们也跟我们陈情，很多的加班换补休，但是加班如果是在休息日的加班，如果换补休是平日的补休，那就不是一个一对一的对等哦。我们这一次在讨论劳基法的同时，当然我们都认为这次劳基法一例一休修得并不好，
所以社会各界都认为应该修，但是绝对不是由民进党包括现在行政院送出来的版本让外界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修法，我们都希望很客观的理性的去做更多的讨论，以站在劳工保护劳工的立场为前提去做更多的讨论。所以在这个部分，包括很多媒体也跟我们讲说，休息日的出勤如果我也换回来是休息日的休假，那就是一等一的对等，因为休息日出勤的成本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给我换成平日的补休的话，那对我来说是一种损失。所以在这个条文里面，我们在朝野协商也做了很多的讨论。那当然等一下如果有机会蒋安委的版本有机会得到更多的讨论跟支持的话，我觉得对于很多加班换补休或者是加班有机会折薪水折现金的话，那我们都希望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平等的一个维持的跟原则。另外我必须要再提一下有关于刚才再一次衍生的争议的问题，程序争议的问题，我们还是希望国民党在很多的议事规则上，我们都还是希望回到议事规则，好好的去做更多的论述，跟回到议事规则来去做处理。但是议事规则不是由民进党解释说了算，或者是由部分的议事人员去扭曲议事规则去做解释。我们觉得在现场包括今天还维持在现场的亲民党团也都认为，民进党团这一次的送案，无论是民进党的修正版本或再修正版本，如果都已经回到原案所谓行政院的版本，那它就是一个案，也就是回到原案。那照理说先处理的表决的案就应该是回到国民党团的案子第一来去做表决。今天如果国民党在这边争取的没有道理，以民进党长期这一年多了好，谢谢。接着请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哦，主席、各委员同仁，我们刚刚在这边哈，大家经过了一场，大家经过大家的一个争论哈，才发现说，原来民进党党团在星期一的时候，就在同一时间提出了所谓的修正动议、再修正动议，然后其实他所提的动议，不过也就是在原来的条文当中加了一个逗号，减了一个文字，加了一个文字。所以我们从会议开始，还有昨天一整天的协商，还有今天早先的所有的表决，这个程序到底是不是合法的，在法律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这个是备受考验的。如果民进党不是认为说在这个地方上站不住脚，不会对国民党做出退让。尤其想要问的是，对于这一次劳基法的修正，究竟是要由谁来承担成败最后的后果？现在有一个传闻，劳动部林部长在通过之后，很有可能就会请辞。那是不是？虽然没有经过证实，那是不是说我们劳基法在前年
民进党形容它是全世界最优质的一部劳动基准法，强势的通过之后，但是不到一年提出修正，现在又要来修法。假设今天修正的结果不被大众接受，那又要先在还没修正之前就有传闻要让现在的劳动部长在修正之后就提出辞呈，想要来做一个休止符，要做一个止血。这件事情这么重大的一个政策，是由一个部长请辞就可以负责的吗？他对台湾整体所造成的影响，对整体经济，对所有劳工所造成的一个影响，真的是一个部长可以解决的吗？我更想要问的是，这是不是应该由执意想要强力主导劳基法修正来讨好资方的蔡英文总统和行政院院长两个人来负起全责？我想这是毋庸置疑的。好，谢谢严委员。好，谢谢，谢谢，谢谢。接着请陈怡敏委员。主席、各委员，本席其实觉得非常的痛心了哈，因为就在刚才，我们发现说，民进党原来礼拜一送的这个修正版跟再修正版，原来就是在玩文字游戏，甚至再修正版是跟行政院版本完全一模一样，啊，这不是在糊弄我们，你搞完整笑哎，更不要讲说昨天一整天呢，我们从下午两点半。到晚上10:40，在三楼协商啊，到底协商是真的还是假？到底我们的苏嘉全院长是不是共犯结构？他知道我们到底是在玩什么游戏吗？难怪昨天到最后36条，他根本就憋在那边，然后就决定走人。今天早上要不是我们要求，根本不会有继续协商。我今天要讲哈。刚刚因为林静英委员又再次的点名我跟林立产委员，所要再次回应一下，本席在32条的提案主要是为了要配合我们党团的运作，目前50小时的提案早在中午的时候就已经撤案，那我刚刚也讲了一遍，但是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了，我们林静英委员就是选择性的不听，还 又再一次的数落我抹黑我，过去这两年来其实我们国民党不管用什么样的议事策略或正常的攻防，都会被执政党曲解成不懂议事规则。拜托哎，我应该紧张一下礼拜。而本席刚刚讲过一次的部分，我们林静怡委员，林静怡委员也选择不听。我们的处境是非常非常的艰难，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执政党修恶劳基法的挑战，还有就是不断的糊弄我们。甚至是提出这么奇怪的，竟然是再修正版本，竟然可以跟行政院版本一样，还在那边硬凹说这是可以的，也不确定后面到底是不是朋友，只能卑微的面对执政党的各种霸凌，而且好像是数学小老师认为台上媒体跟全国人民数学都很糟糕的执政党的党员，拜托我跟你讲，我
当年大专联考的时候，我数学考95分呐、啊，只错了一题而已啦。100分就是直接保送台大数学系啊，我跟你讲。但是劳基法的修恶是数学问题吗？修恶劳基法是数学可以解决的吗？亏林静英委员跟我一样都是医师的出身，却严重的忽略劳工因为过劳产生的各种问题，甚至因为驾驶或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可能引起的各种的危害跟公安的危机。在昨天晚上协商到10点多的时候，本席加入了一个提案，在34条第二项末段文字就是说，但工作性质会影响劳工安全者，则不得。好，谢谢，谢谢陈委员。接着请许玉仁委员，许委员。副院长，各位同仁，让大家审劳基法都辛苦了。我们今天站在这边，其实都为各自的立场而捍卫。那我也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执政党对于去年修法或是立法上的一个瑕疵，希望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那的确，这是一个成熟政党政治的一个常态。我们必须要能够对自己所提出的政策作为负责。当然，我们现在理解也知道说，去年所通过的这个一例一休，它有执行上的一个困难。那其实许多的行业，还有甚至于许多的劳工，其实也面对那个法。其实发现了他实际上有修的一个必要。国民党也不是反对这个劳基法的修法，而是本席在这边主要就是提出说，去年才通过的这个一例一休的法案，它是一个当初执政党所提出一个所谓最进步的一个劳动基准法，而上路不到一年，我们又要仓促修法，其实。这会造成人民对于这个政府执政信心的一个恐慌，也就是说，在任何重大的政策，其实执政团队并没有一个清楚的想象和逻辑，要把人民、要把国家带到哪里去。从劳动政策可以看得出来，在理想跟现实之间，无法取得一个完美的答案。可是，如果在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底下，不断的来来回回，我们的国家是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多的时间，还有机会成本。对于一个进步国家的工时，我们应该有一个进步的想法；对于一个进步的劳动社会，我们应该要理解。并且可以让政府的角色可
可以成为一个公平、公正、正义的一个重要化身。如果说今天这样的一个修法没有办法照顾到劳工，那么我们要请问，当初提出任何一个劳动政策的部会，是不是对当初的一个政策已经想清楚了？今天我们在这边谈。好，谢谢，谢谢徐委员，谢谢，时间到了哈。好，谢谢徐委员。好，谢谢徐委员，谢谢你哈，谢谢。啊，接着请黄昭顺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想我从来没有赌博过，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老千的诈术是什么。结果我没有想到，今天民进党居然可以用这种方式在立法院开会。钟嘉宾，你不要笑。我每一次看到你站在那里准备打架的时候，我非常的难过。刚才我们徐委员曾经播放了一段蔡英文总统所讲的话，我把他那段话再做一点改变。他说，如果一个总统让人民走上街头，在这么冷的天气站这么久，这样的总统应该感到羞愧。我要把民进党套进这句话，如果一个政党让那么多的劳团在外面这么冷的天气依旧在那里抗争，可是民进党居然用这样子欺骗劳工朋友的方式来欺骗，这样的政党还应该存在吗？你们应该感到羞愧。我不管我们党团跟柯总召做什么样的协商，我认定这一次的会议是一个无效的会议。我们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欺骗这么重要的法案，而这个法案是多么多劳工朋友在那里期待。我今天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发言？其实我能认真的看了32条之一，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个条文里面，尤其是32条之一，蒋万安委员不断地在这里提，而这里面的内容最重要的就是加班费的补休。
我想不管加班要换补休，落实保障台湾劳工权益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条款，而这个条款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时间点，虽然是深夜，我们还是依旧在这里喊话。我们从24条到32条，我发现民进党其实坐在那里是坐立难安。24条当中有4位委员是弃案投名，32条已经增加到6条，6位委员。我在这里要呼吁，时代力量，请回来我们的议场。我们希望我们有任何一个机会，为我们的劳工朋友争取一点点、一丝丝这些劳工权益，让。好，谢谢黄委员。好，谢谢。好，谢谢黄委员，谢谢。好，接着请林德福委员。大会主席、蔡副院长，还有与会的各位同仁，我想，也非常晚了。但是啊，我想在整个劳基法的修订啊，国民党团，我相信我们绝对是很理性，而且绝对是站在劳方的一方，尤其。我们即将修订32条之一，国民党团的党版加班换补休，而且还可以经劳工同意选择的补休方式来替代之。主要我们是希望说，能够让劳工啊有更活的方式可以去做一个选择。那我相信整个国民党团为什么刚刚。针对民进党所提的修正的动议，还有再修的动议啊，为什么那么愤慨、那么愤怒？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你提的再修正动议，我相信里面的内容啊，几乎跟行政院的版本没有两样。这个就是让国民党团不能接受。等于是你就可以把它合并成行政院的一个版本，但是你用这种方式来糊弄整个国民党团，所以说在昨天一直协商到也是将近深夜，到今天早上整个协商几乎啊都如出一辙，那个等于是一个骗局，所以说国民党团为什么会那么愤怒？其实整个劳基法的修订，我们回顾过去啊，蔡英文总统他对官场劳工那时候他的讲话是，原来应该要照顾劳工的政府，现在却成为劳工朋友们痛苦和恐惧的。然后这是2013年哦，那2016年元月啊，在电视辩论的时候，蔡英文总统说，民进党
从来没有忘记这个国家是谁在受苦。过去我们跟劳工朋友在一起，未来啊也是会如此。这句话站在今天啊，真的讲非常非常的讽刺。而且他还说，我不会拿劳工朋友的权利啊，在选举时开空头支票做政治的一个。好，谢谢。接着请陈学圣委员。主席、本会同仁，大家晚安，大家好。我一直很纳闷，在这次的发言过程当中，民进党的委员，我比较熟悉的比较资深的委员为什么都没有发言，我心里也非常的疑惑。我不是瞧不起新科的委员，而是新科委员在整个立法过程当中立法的意旨跟背景不太了解他的纵深的历史脉络。民进党为什么一直派新科第一任的委员来上来发言？是不是比较资深的委员你有很多难言之隐，你有很多愧疚，你有很多对不起这个法案通过你自己良心 无法交代的事情？我不清楚，但这个条文是你最好赎罪的机会。刚刚民进党委员有提到，希望劳基法这一次修法通过之后，能够劳资合作，能够共创双赢。这个条文就是给资方展现出他创造红利之后，他的红利的分配。我还记得在2014年，为什么会有太阳花学运，就是因为福茂的关系。福茂里面除了被大家抨击说不够透明之外，重要的就是两岸在整个合作之后，让利到底让给了谁？谁是真正的红利的持有者？那个问题引起了社会一次很大的运动的变革。今天同样的，这32条之一，资方要求劳方一起来配合，一起来创造公司的利润。问题是这利润创造之后，谁分享了这个红利？所以我们国民党党团提出来了，既然劳方已经配合了资方，那希望资方再让劳方在加班之后，不管是选择补休、选择加班费，或者选择补休未能完成之后再回复加班费，一定要给劳方更多的自主权，甚至要感谢劳方，你在加班费的给予上面应该要给更多的让利。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我们谈都市更新，如果你就不给现住户任何的优惠，现住户为什么要配合你政府来做任何的都市更新？同样的，今天公司希望创造一个红利，希望劳方来配合，劳方配合之后，资方你拿到的利润你不能就放在自己的口袋，给劳方只是一点的施舍，你应该给劳方有更多的自主权，而且资方应该给予他更多的优惠，这才是将心比心，这才是劳资合作，才是真正共创双赢。所以从今天早上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很想问民进党的好朋友们，到底谁提供你们所谓的劳方的意见是什么？可不可以具体告诉我，哪一个劳团告诉你们这个劳基法是我要的，所以拜托你们民进党帮我通过，如果没有，对不起。好，谢谢。接着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接着请罗明才委员。
罗明彩委员，罗明彩委员不在，接着请叶怡金委员。罗明彩委员在啊，来，请罗明彩委员。他在后面睡觉了，刚刚才他在后面休息，刚刚才跑过来。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我们在这边审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法案，大家想想看，劳基法如果通过了以后开始实施，最重要最重要是900万多数劳工，他非常直接关联的，跟他的权益是有关的。可是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修法过程当中，整个立法院层层包围，很多劳团的声音并没有真正来参与这一次修法的这些主张。我们替别人在决定的一个不是最好的方法。我们坐在这边，现场有多少人是劳工出身的？如同刚刚有几位委员讲，那民进党以前不是号称是劳工朋友的好朋友，都是站在同一战线，都站在同一阵线。但是从这一整天的发言当中，真的没有看到一些过去民进党比较资深的立委遇到重要的法案都会站出来挺身为你们所提出的修法的内容来做辩论。大家都揪起来，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今天我们在这边修法，明年要不再修一次？在过去民进党号称一例一修是最完美最棒的一个修法，结果呢，实施一年了，有多少的企业因为在这段时间受到了很多很多的罚款，累积不少钱啊。那这个法今天通过了以后，是不是去年对这些企业所做的惩罚的这个部分，是不是政府要还给他？企业做不好，劳工有办法享受好的待遇吗？所以劳资双方是其实紧密休戚与共的，但是在目前这个情况，既然是劳基法，就是保障劳工最重要的法案，所以我们要排除掉就是这些恶老板。在这里我还是希望民进党的朋友好好思考一下，你们刚刚晚上整个过程讲难听的，我拍一个红的掉啊，讲难听一点，作弊。好，谢谢罗委员。好，谢谢罗委员，谢谢。
好，好，谢谢，谢谢罗明才委员哈，多给你好几分钟了，谢谢你。好，谢谢罗委员，谢谢。接着请叶宜津委员，叶委员不发言。接着请何新存委员。谢谢主席，大家晚安。就是因为要劳资双赢，所以我们才需要这一次劳基法的修法。那第32条之1，我们在朝野协商的时候，听到很多委员的意见，所以呢，我们呢愿意来支持第32条之1。如果劳工加班，他不领工资，他可以要求换补休，也就是说，不管他平日加班，或者是休息日加班，他的加班时数可以来换以后的补休。所以我们提出再修正动议，让劳工有更多的选择权，依劳工的意愿，他要支领加班费，或者选择补休，并且经雇主同意者，应依劳工的工作之时数计算补休时数。而为了怕这个劳工选择了补休之后呢，他有可能像现况有些二老板让这些劳工补休不到，一直递延，所以呢，我们也设了一个防弊机制。我们呢，在修正动议里面，补休期限届期或契约终止未补休之时数，应依延长工作时间或休息日工作当日之工资计算标准发给工资。而二老板没有发给工资的话，我们要依违反第24条规定来论处，也就是说，保障劳工选择补休可以，选择领加班费也可以，但如果选择补休之后，老板未依约给予补休，补休不到，也要保障劳工一定要领得到钱。而这一条32条之1，也就符合我们这一次劳基法的修法，在保障劳工的安全、保障劳工的权益之下，更给予劳工选择权，让劳资双赢。所以呢，这一条第32条之1，我们提出再修正动议，我们希望大家支持，没有党派，没有政治，就是支持劳工。以上。接下来请徐增卫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媒体记者先生、女士，大家好。第32条之1，希望劳资双赢，是一个很友善的修法以及增列。所以在这里，我们请民进党的所有的委员可以共同来支持。刚才很遗憾的是，在立法院、在民主的国会殿堂、在透明转播之下，民进党依旧以诈骗的骗术以及手腕，在对于这一次的劳基法，好来做这样的诈术，欺骗全国的国人，以及欺骗全国的劳工，真是令人不齿，令人不屑。民进党是以街头抗议起家，街头抗议的战术战略，赢为原则，为目标，为最高指导原则，我们可以了解。但是当你取得天下、取得民心后，还依旧以诈术来治国，那您绝对会丧失民心，会失了天下。诚信是一种世界观，
社会的价值观，更是道德观，立国立业、安身立命之本。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没有诚信，何以立国？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宁可去食去兵，但要坚持，要有民信。人民如果不信任统治者，国家的朝政根本没有办法站得住脚。所以为政者要取信于民。在这里，我们很遗憾，民进党依旧如此的诈术，在520之后到现在，短短的19个月，就被全天下以及全国的乡亲给摒弃。看清楚你们的真面目，真是不可思议啊！台湾人权促进会谴责蔡英文向长期关注全球自由评比的自由之家报告人权倒退的状况，网友也纷纷找出来民进党在野时的行为。蔡中岳脸书上说，2014年4月，民进党前主席进食反核，有在场的有很多的我们的民进党的委员也在做静坐。好，接着请廖国栋委员。廖国，主席，各位同仁，今天的会议可以说是让大家大开眼界，让我们知道民进党政府成立以后呢，在立法院明明是多数，明明可以掌握整个状况，但是老是用让人看不懂的做法呢，今天又来一招。从一事不二议之后，今天又来了个什么修正东西再修正东西也搞不清楚的一个做法，让人叹为观止。我希望这样的状况呢，在未来啊，不经一事啊，不长一智啊。我觉得民进党应该要有更多的智慧来处理这种事情。今天我们谈的是32条之一，国民党团所提的第32条之一呢，是一个新增的一个条文，完全是为了确保劳工的一个休假的一个权益。它大概是分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加班应该要给加班费，第二个呢，如果经过劳工同意换补休，应该要比照加班费率来加成。第三个呢，是年度终了的时候，是七月中满的时候呢，没有休完的应该要换回加班费发给劳工。大概有这三个部分。
那我们也知道现在的这个补修制度啊，并没有明文禁止，所以我们看到的常见的一个常态啊，常常是因为劳资啊用谈的，结果呢导致了很多的劳资的争议。所以为了确保劳工的权利，所以国民党要修法规范补休的制度，重要的就是要杜绝这个劳资的争议。那么延长工时以后是否补休是劳工的权利，所以我们也明定延长工时以后原则上是由雇主啊要把这个延长工时的工资补给我们的劳工朋友。当然为了公平原则呢，补休的时数计算的标准应该要比照延长工时工资来发给。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为了避免劳工呢付出劳务却无法领取延长工时的这个工资呢，用补休还是要领取这个加班费，完全应该是劳工的权利啊，劳工的权利。所以国民党的提案是接着请马文君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晚安。针对第32条之一，因为其实在我们长期来，就是在补休的制度这个部分，其实法未明文禁止，可是事实上，其实经常雇主也有这样的操作，所以在劳动基准法没有相关的规范。而由劳雇双方协商的结果，经常产生很多的争议，所以实在是有必要在明文规范在补休制度的这个部分哈，所以希望可以杜绝这样的争议，而且也确保劳工的权益。那延长工时以后，国民党团的这个版本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精神，主要就是希望在延长工时以后。劳工他的权利是可以选择，你是要选择用补休或者是加班费。那在这个部分里面，又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补休的行使，照理说应该要明文规范，他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去行使完毕。尤其是在以年度的终结或契约的终止时，其实是比较合理的，因为现在民进党团提出来的是没有时间的规范跟限制，那如果可能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在更长的时间？如果有，当然更好了哈。刚刚有提出来，我们希望在这个部分，在时间点上面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规范，让劳工可以确保他的权益。那没有办法休弊的时候，应该要让劳工其实以延长工时的这样工资来保障他的权益，因为其实他这样的行使通常是在加班。的状况之下，如果我们只是用一般的这样的薪资的标准，其实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尤其是1:1，其实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不合理的，所以他的补休时数计算的标准应该也比照延长工时的工资来计算，就是第24条里面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相关的规范。希望可以在这个部分确保劳工的权益，让他们在选择，尤其也许不是他们自愿的情况之下必须做这样子的一个付出的时候，在时间点
还有他们的休假的权益上面，确保这个部分都可以给他们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也可以明文规范，让他们在权益上面受到完整的保障。谢谢。好，谢谢。接下来请赖世宝委员。谢谢主席。那么各位先进，有关于三十二条之一啊，这条其实是一个道道底底对劳工着想的一个条文。那么就是加班换补休，可是怎么换？照理讲，跟一比一，这个一呢，就是我是例假日的一个加班，就换例假日的休。如果你把我换平常日的话，那就不是一比一。要有一定的倍数，我觉得这一条啊是一个 bonus 的条款，我们希望不分党派都能够来支持。那我们看到也有另外一种想法，这可能是二老板会去搞鬼的，就是明明我的加班这个是在例假日里面，他给我换班了，换到平常日，这个能让劳工就吃亏了。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提劳工来着想，一起来支持。回过来刚才的争议啊，其实我们排队排输了认了，表决输了认了，可是如果是因为老柯出老千，我们就不能接受了。各位，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各位都知道嘛，心不由境才是君子嘛，怎么会你改一个字？民进党不是人才济济吗？泱泱大党完全执政，难道不能够用功一点吗？你的修正动议再修正动议，难道不能改多一点吗？老柯刚才说漏了嘴，老柯刚才情急之下说就是要卡你国民党，你跟你说了哦，这个没有栽赃哦，他亲口讲的就是要卡国民党的案子。国民党总共几个案子啊？各位，即便国民党表决也没有增加多少时间了，增加了不起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你都不能够忍受吗？你就这样子。各位，这个都时光转播，全国人民都在看，原来国民党就是一个会出老千的政党。各位，我们其实不应该一直在这里陪着你们玩，可是我们忍辱负重。我说民进党是出老千的党啊，各位啊，你不要高兴，民进党啊是出老千的政党啊，各位，民进党是出老千的政党，所以不用修正，就是确定的 ，period，crystal，crystal 啊，确定的。我告诉各位，不要这样赢得不漂亮，要赢得光明磊落。我再强调一遍，心不由境，你怎么好意思说我改个逗点？改个字就是更正，不要忘了民进党现在是全面执政的大党，要有大党的样子。好，谢谢。好，谢谢赖委员，谢谢。好，接下来请黄伟哲委员，黄委员不发言。陈树月委员，陈树月委员不发言。刘世芳委员，刘委员不发言。黄国书委员，黄委员不发言。吴秉睿委员，吴委员不发言。吴志阳委员，主席、各位同仁，还有在看直播的朋友们，现在的时间是11:42:18。
我看很多同仁已经累得东倒西歪了，大家辛苦了。其实现在这种审查方式是非常荒谬的，我们是在用过劳的方法，过劳的方式在审查一个避免劳工过劳的法案，所以其实蛮讽刺的。但是我觉得也有好处，大家这样 就可以体验到什么叫做过劳，所以会对我们劳工多一点体谅。我早上有讲过，我们反对修二劳基法，但是这一条32条之一啊，它不是修二的条文，它有两个用处。第一个，定份指征，它让雇主跟劳工针对加班换转休的事情，过去没有明确的规范，造成很多的争执误会。第二个，说实在，现在我们看到国民党的版本，其实是对劳工是比较有保障的，所以本席非常赞成这个条文。这里面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加班换补休，这当然呢、这个是当然之理啊，要不然要怎么办呢？难道要把人家没有给人家的加班费就这样吃掉了吗？所以加班换补休是正确的。第二个，你换的补休啊，不是加班费没给人一个小时，你换人家一小时的补休，这是不公平的。要知道加班所付出来的工资是比一般的工时的工资要多的，有的一又三分之一，有一到三分之二，有一点五，有的两倍，就应该照那个状况下加班费是怎么给付的，我们该给补给人家的补休的时数也要照这个一比一嘛，这样才公平啊。另外一个也讲清楚了，这个是由劳工来决定的，是由劳工来决定的。第三个事情就是换了这个补休，如果在那个年度啊没有办法休的时候，要马上发给劳工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这里面国民党的版本还是太人不够仁厚，只是一比一，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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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谢谢委员，谢谢委员。接着林俊宪委员，林委员不发言。郑运鹏委员，郑委员不发言。林静怡委员，林委员不发言。周陈秀霞委员，谢谢主席，主席委员大家晚安哦。关于 这个第32条之一哦，因为劳动部一直以来认为劳工加班哦，为 劳工加了班以后啊，只要劳工同意，雇主就可以不用给加班费，给加班费而改采补休哦，甚至补休期限也可以双方订定。
补修的标准也可以双方协议哦，成为1:1哦。这最糟糕的是补修期限啊，借至而未补修完毕的时数，双方也可以协议成消灭哦。因为劳动部的这一个函释哦，所以才导致主计处的统计没有办法精准反映台湾劳工的真正的加班时数哦。所以这个法律的漏洞哦，一定要把它补起来哦。民进党在今天上午朝野协商所提出的补休期限，还是交给劳资双方来协议哦。亲民党认为这样是不妥的哦，所以亲民党提出了修正动议，认为如果来不及修完，可以由劳工主动提出，并经劳雇双方协商，延到明年再来休假。如果明年还是没有办法去休假的话，就可以再把休假换回加班费哦，让劳工可以真正领到加班费，或者是用加班费来换补休哦。以上说明，谢谢。谢谢。报院会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经过征询现场党团意见，本案后续各条文之处理，依亲民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各一版本，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即不再处理其他提案。我们现在就先表决亲民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98人，赞成30人，反对62人，弃权6人，赞成者少数。亲民党党团再修正动议不通过。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即蒋委员万安再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98人，赞成36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不通过。我们最后处理民进党党团的版本，请问院会增订第，就直接表决了哈。好，我们现在直接表决民进党党团的版本。
民进党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98人，赞成63人，反对34人，弃权1人。赞成者多数。我们做以下宣告：增订第32条之一，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